通过古诗了解诗中含义，引出真正的主题烟花，了解烟花的形态和颜色，放射性线条练习，学习直线、弧线、曲线、虚线等基础线条运用，发挥想象力，创作独特的烟花造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哗啦啦艺术小天地。我是博学多才的青蛙哥哥，我是你们聪明可爱的叶子姐姐。哎，叶子，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因为我打算去扬州看烟花了。看烟花要跑这么远的吗？哎，这你就不懂了吧？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一句古诗吗？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里面烟花的意思可不是烟花爆竹呢。可是人家这首诗明明写的就是烟花呀。其实这首诗呢，是我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为了送别他的好朋友孟浩然而写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里面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意思，其实指的是在开满了鲜花的春天，柳絮在空中跳舞着，而我的好朋友就要去扬州远游了。所以这里烟花的意思指的是繁花似锦的景象呢。那看来是我把这句古诗的意思理解错了。所以我们学习知识或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楚，可不能只看表面哦。是的。哎，对了，青蛙哥哥，那你像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这些烟花爆竹都是怎么来的呀？这里面可就有一个小传说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失措地逃走了。第二天，当人们回到村里时，发现村子安然无恙，才从白发老人的口中知道，原来烟花爆竹发出的焰火和响声可以驱赶年。从此以后，每年的除夕，人们都会燃放烟花爆竹，年兽再也没有出现过。哇，没想到爆竹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呀。是啊，而且发展到现在，我们的烟花已经有超过14种那么多了呢。啊，有这么多吗？可是我感觉平时看到的都差不多呀。看，首先第一种是喷发类的烟花，这种烟花呢一般都是圆形绽放开来的，可以呈现出菊花形状、牡丹花形状，还有其他各种好看的形状呢。那青蛙哥哥，这种烟花我觉得好像比较常见哦。是的，来看这种烟花。哇，好多漂亮的小焰火啊。哎，青蛙哥哥，这个也是属于喷花类吗？不是，这种是属于吐珠类的烟花。这种烟花一般都是在纸筒里面发射出来的，而且它会放出很多的小彩花跟小彩球呢。而且它的声音还特别大啊。那它的名字很形象哦。再看看这个，这种是螺旋升空型的烟花，它在燃放的时候自身是会旋转的。哇，看起来好像会发光的龙卷风啊。接下来这种烟花小朋友们可能有玩过
他们是用装饰纸包裹烟火药，或者是在铁丝、竹竿、木杆或纸片上涂上火药形成的烟花，叫做线香类的烟花。哎，青蛙哥哥，这个烟花我玩过，我还玩过那种玩具造型的烟花呢。哦，是这一种。这种烟花是把外壳做成各种不同的形状，而且燃放的时候，烟花还可以变成有趣的形象跟动作呢。那还有其他类型的烟花吗？有啊，比如有烟雾类的烟花，燃放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烟雾效果。花弹类的烟花是要用到专用的发射工具，并且它在空中爆开的时候，它会出现各种光色、花形、图案等等。爆竹类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了，由单个爆竹或者是多个爆竹组合而成。哇，没想到烟花还有这么多的分类呢。而且刚刚我讲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呢。不过烟花虽然漂亮，但是它绽放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有害的化学物质，对我们的环境造成极大的污染。所以今天我还是用画画的方式来呈现更漂亮的烟花吧。哎，太好了，青蛙哥哥，看了那么多美丽的烟花，我都迫不及待想试试呢。而且我们今天还需要自己动手创作一张刮画纸，再在上面画出我们的烟花呢。啊，刮画纸我们也可以自己制作吗？好奇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要用到的工具。有油画棒、水粉颜料，还有水粉笔。今天我们只需要用到八开纸的一半来进行作画，所以呢，先把我们的八开纸对折，然后沿着折出来这条线，用剪刀或者是用小刀去把它裁开，就像这样。接下来在油画棒里面选取我们想要的颜色，然后把整张纸都给涂满。多选择不同的颜色，这样子我们一会儿才能够有更神奇的效果出现。我们可以把背景纸涂成竖条纹、横条纹、斜条纹，或者是螺旋纹，又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不同的图案。不过涂颜色的时候要记住，要把颜色涂得更均匀、更饱满一些的哦。有一些空隙的地方可以多涂两遍，就像这样。接下来把水粉颜料直接挤在我们的画纸上面，记得要挤多一点哦，要不然一会儿我们的水粉颜料就盖不住油画棒画出来的颜色了。并且选取颜色的时候也尽量选深一点的颜色，比如说黑色、深蓝色、深红色等等，因为只有颜色更深，才能够跟底下彩色的背景有个强烈的对比。接着用我们的水粉笔直接把这些水粉颜料涂抹开，让它覆盖整张背景纸。注意，我们的水粉笔必须是干的哦，因为如果水粉里面带水的话，有水分离的原理会让我们的水粉颜料盖不住油画棒画出来的颜色呢。就像这样反复涂2到3遍，如果有些地方总是涂不上去颜色，那我们可以再挤一点点颜色在那个地方，再多涂2遍，直到把所有的油画棒颜色全部覆盖住为止。然后我们需要等10到15分钟，等我们的水粉颜料干得差不多了，才能接着下一步的创作。哎，青蛙哥哥，这幅画已经晾干了，我们怎么才能让它变出烟花呢？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类似笔盖或是钥匙这样的一些工具来刮出我们的烟花。可以有线条型的烟花，由中间一点旋转散开的烟花，
还有由点点组成的烟花，因为我们刚刚油花棒画出来的是一层一层的彩色，所以刮出来的烟花才可以这么缤纷多彩呢。哎，青蛙哥哥，那你刮出一个螺旋上升的五角星烟花吧。可以啊，我先刮一个五角星。五角星的周围还有一些散开的点点，接着刮出这个烟花螺旋上升的轨迹线。现在左边还有一点空，再刮多一个烟花，小朋友们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烟花种类呢？会比我的更特别吗？哇，好漂亮啊，这个底色就是我们刚用油画棒画出的颜色呢。而且接下来还想加上一个有趣的场景呢。那要不画一个城堡吧，小动物们都聚集在一起看烟花。挺有想法的。青蛙哥哥要画的小动物们呢是站在一个屋顶上的，所以呢我先画一个长长的屋顶还有屋檐。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的屋顶，我还可以在上面刻出一些瓦片。接下来就是坐在屋顶上的小动物了。是什么小动物会这么调皮跑到屋顶上去的呢？原来是一些小花猫。他们每一只都在做着不同的动作，你猜他们正在跟旁边的小伙伴们说些什么呢？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在远处再画上一些景物，一些不同形状的建筑。接着等颜料完全干了之后，记得要把我们的桌面收拾干净哦，这样我们今天的画作就完成了。哇，青蛙哥哥，这一幅画面好丰富啊，而且透出的底色颜色也很丰富呢，比我现实中看到的烟花更好看。小朋友们一定也想要马上来设计一下自己的烟花了吧，别着急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节课的重点回顾跟创作挑战吧。大家好，我是越画越帅的画小帅，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节课的重点吧。首先用油画棒均匀涂满背景纸，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横着排线、竖着排线等等都可以，然后用水粉颜料覆盖，注意不需要加水，等待晾干，涂第二次水粉颜料直至晾干。接着用毛衣针或者是笔盖等坚硬的工具刮出烟花的形状和线条，最后添加场景让画面更富有故事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挑战吧。第一个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一张彩色刮画纸。第二个是刮出有趣漂亮的烟花，并且加入场景，让作品更有故事性，会画画的孩子更聪明哦。动起手来，快来创作一张神奇的刮画纸吧。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刮画纸上设计出美丽绚烂的烟花吧。下周继续我们的画啦啦艺术小天地，拜拜。